红小耶娜在2020年进行了变性手术，在那之后也透过各种医美管道把身体和容貌调整成更符合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先前她向粉丝们透露做了隆鼻手术，日前就公开了术后十天的模样，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来鼻子上有动刀的痕迹了。让她满意的表示自己以后在夜店就会变得很亮眼了。小耶娜也透露自己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早前去泰国看了人妖秀，发现调整鼻子的重要性。她坦言虽然以前的鼻子也好看，但是自己想要更挺的小鼻子。她也表示目前鼻子还会持续消肿，效果也会变得更加自然。其实这也不是小耶娜第一次做隆鼻手术了，因此这次算是重建手术。她也大方透露此次的手术费用一共花了30万，虽然花了钱又要受苦，但是看到好的成果又觉得之前受的苦都值得了，引来不少粉丝纷纷留言大赞小耶娜又变得更美啦。